齐秦老师除了《大约在冬季》这首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经典，我们今天学一个扫弦版的。左手的和弦呢比较简单，没有大横按， G 和弦， D 和弦， EM 和弦， C 和弦， AM 和弦。注意我的右手，右手的扫弦节奏型呢一共是两拍，第一拍四分音符下扫下，第二拍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下下上。注意部分和弦呢它需要扫四拍，相当于把这个节奏型弹两遍，下下下上下下下上。请注意这一句很精彩，这个很 G 和弦跟精的时候 D 和弦，每个和弦扫一下，很精彩。扫四拍的和弦呢我在谱子上面已经备注好了，好跟我一起练。在很久很久以前